各位早上好。上个礼拜有很多时候我讲的讲章呢是有连续关，有两代关，连续下来的。今天呢最主要是讲这个道，传道，这个道 word。我通常呢把传道放在中间，但是我发现呢，这个传道那个道放在这里啊，那么这里呢。颜色一样把它模糊起来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旁边，大家可以清楚看见。今天我们最主要是来搞这个道的 word 啊。我从这里的上来恩待我可以把我找到的告诉你们，那些源头哪里来，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好好的查考清楚。神的道是活而有效的 ，living and active。它英文是 living active。这里 living 呢是现在进行式 ，living 好像神呢是 living God，living God 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进行式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，就是一直的活着，就是 living 的意思。就一直小人好好的听啊，这个非常要紧的。living 这个英文里面呢 ，living 就永远活着，不会死的，也不会成为过去，是 living。还有呢 ，active 也是现在的，就是没有过去是 active。那 active 呢，我查到呢是这个意思。living 就叫能够叫我们的魂。活的健康，神的道，耶稣的话，圣魂魂的粮食，好像马太第四章，耶稣在山上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，耶稣禁食四十天，所以撒旦呢叫他说：“你肚子很饿了，把石头变饼来吃。”耶稣说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中出来的话，所以这是人呢神口中出来的话就这个道了。那他一列位意思就是叫魂得到健活的健康，叫我们的魂能够活得健康 OK， 然后呢叫我们的魂不停地提供能力，叫魂能够控制我们的肉体，这样信主的人他的魂能够遵行主的道。所以跟我上个礼拜啊讲的道就是一个继续的思想，就是神的道能够帮助我们的魂活得健康，而且不断有能力可以遵行神的道。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，就是神的道，如果我们说信耶稣但是不遵行神的道，那就是撒谎 OK， 这个上个礼拜讲的，我们信耶稣人究竟是撒谎啊还是真的信耶稣，就看你有没有遵行神的道。如果你说你信耶稣没有遵行神的道，那是个撒谎 liar。 所以我上个礼拜的讲题是什么 Believer or liars， Believers or liars， 信耶稣人或者是撒谎者。好像非常凄惨，我们今天早上的报纸其实昨天晚上就听见了，因为他们的三十号是我们的二十九，今天是他们三十一号，他们在庆祝。原来韩国那边呢，特别是南韩，他们很热心这些异端邪说，就是他们的宰相，他们首就是统治者，总统总理，他们都信这些邪教的。他们有一次我在这里附近一个韩国，我们去那里买一点东西，
然后呢，就在住的附近那里有个韩国的卖东西的，卖蔬菜的那些，我就买一点东西。然后我太太进去了，我跟着在后面。有一个穿着西装在外面派福音单张，我每逢看见这样呢，我通常都走上去跟他讲几句。我就想问他，你知不知道韩国圣经是中文翻译过来的？中文圣经翻译成为韩国圣经？他说是。然后我说，那么你约翰三章十六节开始是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他说对。他是讲，我不会讲韩国话，所以我跟他讲英文。你 John 3:16 开始那个字是不是神？他说是，是神爱世人，这样。然后我就想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翻译？他立刻，我都没有讲到那里，他不跟我谈，他只是有兴趣要告诉我。我说你们韩国人非常好，有机会，我听说你们有70%的人都是信耶稣的。他说我们是80%信耶稣，韩国人有80%信耶稣。但是呢，我在这一区碰见的韩国人呢，99%都不是好人，很野蛮，没有礼貌。OK， 这是我亲身经验，我就觉得很惊奇。70%、70%，我们不讲80%，讲70%，信耶稣，但是呢，韩国人在我的印象里面，80%、90%。好，这一次最传天下知道了，70%、80%信耶稣，但他们庆祝鬼节。应该是80%、70%信耶稣的，应该是礼拜天，基督的教会挤到踩死人，但是你没有听见过，基督的教会人多到呢踩死人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你真的信耶稣，你不会踩死人的，你看见走不过你就算了。小林绝对不会在人上面走过去，OK， 小林不会做这个事情哦。看见外面挤了，你就压着在上面走过去，又在上面走过去，把下面的人压死。OK， 这也不是信耶稣的，很可怜。应该是每个礼拜天，这外面条路啊都挤到满满的。OK， 因为他们要来这里听圣经的道。这才是信耶稣才对的，就是如果你神的道，你信了耶稣，你照着遵循神的道，能够叫我们的魂活得健康，而且有足够智慧能力叫我们遵循神的道。 OK， 如果你理解这个，你就好好的读圣经了。 Never be mere 啊，你就永远不会听到不遵行了。信主人不遵行主的道，就是骗子，这是上个礼拜的。所以那些没有遵行神的道的人都是骗子。为什么骗子啊？他们没有真的信耶稣，可能他们以为信耶稣信一辈子，他们以为很热心。我常常想讲到这一句，我常常想到马太第七章，那里有一帮非常可怜的人，一辈子主啊主啊非常祷会祷告，然后主啊我奉你名传道，奉你名行神迹，奉你名赶鬼，但是耶稣说嘛，你们是作恶的人。那么下面呢，你再读下去，他们做什么恶？听信耶稣没有遵行主的道，
他当时传奉耶稣的名，没有传耶稣的道，他们也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赶鬼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行神迹异能呢？而且行很多啊，要听清楚啊，小心啊，圣经里记得很清楚，魔鬼也可以行神迹的，要记得，撒旦也可以行神迹的。马太二十四章里面也有，耶稣讲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有好多假基督、假的先知、假的传道人，他们也要用神迹异能骗传世界，而且骗得很成功，所以你要小心。总而言之，在这里说，叫信主人啊，永远不会听到而不能遵行。信主人不遵行主的道，就骗子了。OK， 啊，这里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长老 elders， 长老必须能叫喜欢讲话、不行道的骗子停止活动。上帝怜悯，十几年前，纽约市那些长老，我去 Manpower 那里找到工作，支持我自己生活费。但是这些长老很有爱心，他发现我很喜欢传道，所以他们来支持我，我所有的生活需要他们都支持。然后他们就问我，我会在纽约多久？我提了好几次了，我说这里基督的教会有长老，我就会离开，我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传道。直到现在还没有，所以我不会离开，因为我错了，我要等到这里有长老，看看这里长老是什么样的人，看清楚。这里有一项，长老必须是这样的人，他的老婆忠心信主，他的儿女忠心信主，所以你没有儿女，你也不能做长老，而且是一个儿子也不能做长老，因为他英文呢是 children， 必须要儿女有两个以上。但总而言之，这里有一项，长老必须是这种人，他能够看得出教会里面有些人喜欢吧讲话，但是呢不帮忙工作。我们这里有，不过他们现在到了其他地方去了。OK， 我有 几次在这里有一些工作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几个月有一次这里洗地，有好多人回来帮忙，其中就有一些他喜欢在讲讲讲讲，我说 stop， 做事情不要讲， OK， 不要开口，用你的手，用你的脚做事情。就是长老必须有这一种的权威，这一种的能力，能够 stop， 就能够叫那些喜欢讲话但是不行道的骗子停止活动，也不能讲话，安安静静工作。 OK， 比两刃利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无解都能骨碎，都能刺入腐开，连心中思念主意也能够明白辨明。这神的道呢有这样的效力，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神的道就是真理。圣经的道不单是能够有功效叫我们魂控制我们肉体，我们呢还能够叫我们成为圣洁。上帝恩待我，我传道六十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人说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，没有，只是有时候有人说我讲话不好听，但是呢是圣经真理，最主要是圣经。如果你讲圣经真理，还有我常常讲普通常识、现实圣经真理，
我们世界上有一个理解，现实是什么？很残酷的，很过好吧？是不是？现实很残酷的，意义上很残酷，好吗？很残酷的一个现实。所以有时候你听见我讲话很残酷，不是残酷，是现实。现实是这样，好像今天我讲了几次了，韩国那里首都，他们70%、80%信耶稣，不应该有这种事情。这150个死这样死，而且是年轻人，非常浪费，非常可怜。OK， 但是呢，这种一定下地狱了。这句话你不要讲就算了哦，我就需要讲出来，因为是现实，圣经真理，全天下没有人能够变的。这样死人一定下地狱了，非常好，咬出牙齿失出笑笑，非常好，我很欣赏。这是现实残酷，这种死法一定下地狱了，很可怜，现实是这样。他应该是礼拜天那里的基督教会才死人才对，因为有这都这么多人，还有全世界都是和平的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，淫余的邪恶太多，存温柔的心领受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。这是圣经的真理，不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他们就把主的道，刚才主的信徒读的，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全家听了道就受洗，非常有功效。上帝恩待我，我也有这个经验。上帝特别恩待我，有这个经验。在中国那边有很多，在香港开始那几年也有很多。OK， 这是60年前，35、40年前，在中国那边，就是很失望。我来到纽约这里没有这个情况，因为这里所谓信耶稣人都是骗子。我才能告诉你，1974年9月30号，我来到这一区，我走在街道上很少人，凡是遇见人，我就问他你信不信耶稣。甚至我碰见有一个人礼拜天早上在那洗车，我就问他，喂，今天礼拜天对不对？对。我说啊，今天礼拜天你在洗车啊，你怎么不上教堂啊？看见吗？因为我在德州那边礼拜天都是上教堂的，来到旅游只能礼拜天有人在洗车，看见吗？我是从这个世界这样出来的。唉，所以这是现实，看见非常有功效，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，他们立刻就受洗。上帝恩待我们呢，上个礼拜也有一个高等受洗了，我预备好了，我特别找到这一本 KJV， 这是没有再没有出版了，新的我们还有几本，特别这本找到这本 KJV 送给他，就舍得到我们这歪曲的时代，实在情况，2000年前使徒保罗把它形容了，小心啊，很精彩。这是2000年前，他那个时候的时代，那些人已经这么坏。就如所记，没有一人，一个也没有。大家，靠着自己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分清清楚。他们以为寻求神，他不是，他在寻求他已经信的跟他相同，都是偏离正路。所以我那一句，我一句话，你们叫的名字圣经有没有就行了，他们都没有。就是小云带来那个飞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，他是第一个承认叫的名字，他们叫的名字没有，而且立刻就说没有，
非常难得，所以我常常纪念他们，纪念他们，最少纪念他们的诚实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教会的名字圣经有没有？他脱口出来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见。没有形象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鬼杖，嘴唇毒蛇的毒气，非常邪恶。这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对他世代那里的人这样的形容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他们的脚飞跑杀人流血。你要小心，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译，我是照他英文那里翻译出来。 Their feet are swift to shed blood， swift 就非常快的意思。 OK， 飞跑杀人流血，传天下都是。所经过的路到处是破碎灾难，觉得好像现在有困乌克兰有好多城市都是这样。我40几年前1974来到这里啊，地铁这里也是那个情况。下面现在几500万以上，一栋一栋那些玻璃窗是烂的。 OK， 这里一栋栋，那个时候是五万，现在500，哇，100倍哦，5万跟500万。 OK， 就是到处是破碎灾难，充满了破碎与灾难。它英文的两个字是 ruin misery， OK， full of disasters。 平安的路他们没有晓得。所以我来到这一区的时候啊，纽约市那些长老很惊奇，他说我信心非常大，但是也有人说这个陈某人是个笨蛋。一个年轻人带着3个小孩子老婆来到这个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。而且那个时候的失业率是11%，所以这一区呢是非常危险的地方，但是我却要来这里传道。 OK， 传耶稣的福音。所以那些信耶稣信得好的人说我非常有信心，那些信不好的人说这个人是笨蛋愚蠢，带着一家3个小孩子去这种危险的地方。但是上帝保守我们呢，我3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，或者他们赚的钱都比我多，我很高兴啊。OK， 上帝恩待他们，而且因为他们的缘故，这也长出很多，因为有样学样。我3个孩子是他们的年轻人小孩子的榜样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去那些名校。 OK， 很多去那些名校，而且长出来非常成功的人。平安的道路他们为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已经啊，最要紧是这里，世界上的人最邪恶是这里，小心啊，你不要轻看这一句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这是最悲惨的一件事情。你眼中不怕神的话，这个人啊会危险过野兽好多。这是我在这里啊这几十年，我们呢，我们自己3个小孩子还有其他，我们中文学校有好几百个，最多那一年呢是380多个小孩子，5岁到16岁，380多。来这里学习2个小时的中文，1个小时的圣经。然后这些小孩子有很多去 Stevenson Number One 的中学，去 Brown Science， 去 Bolin Tech， 还有去 Townsend Harris， 这些都是纽约 City 顶级的高中。其中最危险的
是 Brown Science， 在 Brown Zoo 旁边那里，有没有去过 Brown Zoo？ 有去过，很好的，带着 NJ 去。Brown Zoo 旁边附近那里叫 Brown Science。我常常看见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记得，我知道他们去 Brown Science， 我已经常常提醒他。Steven 好像也去 Brown Science 是吧 ？Stevenson，OK，OK。Okay. Okay.去 Brown Side 的人呢，我就常常警告他们，下课赶快跑回家，赶快坐地铁坐巴士回家，不要在附近那里游荡，因为非常危险。我常常做了比喻，我说在 Brown Side 那个地方啊，那个高中那里啊，周围两脚的野兽比邦塞里面的邦入里面的野兽更危险。邦入里面的野兽呢，吃饱睡觉；邦入外面的两脚的野兽，吃饱到处破坏搞事。这个现实很难听，这是现实。OK。所以将来如果 NJ 去 Brown Side， 你要常常告诉他，会下课赶快跑回家，妈妈来见你，不要在外面走动。那个，现实这样，直到现在也是这样。比野兽更危险。看一下，就是他们眼中不怕蛇，眼中不怕蛇的人呢，比野兽更危险。野兽翅膀睡觉，两脚的野兽翅膀搞事，而且是搞坏事。这是现实，全天下没有人辩论的一个现实。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，非常严重的事情。这是根基，一切坏事的根基起源。你能救自己，上帝恩典，我们可以救自己，我们的魂还有这个能力。彼得还有许多话劝勉他们说，你们救自己，圣经记载，如果我们不救自己，神也不会救我们。要记得，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有福气，除了信耶稣，我们还有儒家，孔夫子的儒家教训，还有孟母三迁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孟子的母亲三迁。所以我劝我们年轻的人，不要把孩子带去那些人家的孩子不信耶稣的地方。我非常同情一些人，一辈子在那里信耶稣，信到自己的儿子不信耶稣，那是一件不光彩而且可怜的事情。彼得用许多话劝勉他们，你们救自己，如果你不救自己，好像今天我们大家自己愿意来听到来敬拜神，于是领受他们的人受了洗，三千人立刻受洗，他就神的道非常有功效。上帝特别恩待我，那两个地方，香港、中国，虽然在这里有很多很多失望的事，但是因为那些经验帮助我坚持传主的道。我这个人是很现实的，好像有人说内地会，英国区的内地会有个传道，我不告诉你是谁。40年在中国传道，带一个人信耶稣，我不敢，我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他们都遵守神的教训，使徒的教训，彼此 fellowship， 哦，有 fellowship， 彼此交谊，交谊比较好一点，白饼祈祷。OK， 就在基督教会里面，知道困难，还有解决的办法。
我们人可以救自己，就照着主的道去行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突然间想到，我要称赞我们的这里的金弟兄，坐在那边白头发的金弟兄。金弟兄可能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一点，是吧？非常忠心 ，OK， 啊，我不再讲很多，所以要好好的保持 ，OK， 坚持要来照着圣经信耶稣，他有人可以影响他 ，OK， 可以影响他，劝他不要来这里信耶稣，不要来这里敬拜神，但是他坚持，这几十年来。坚持在这敬拜神，我们不单只知道可以怎么样救自己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困难在什么地方，而且知道怎么解决。要记得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我所做的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并不做，我恨恶的我倒去做。最少我们有明知自知，知道我有这个困难。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，我就承认律法、圣经、真理是道，是对的，是好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住在我里面的罪叫我做的。我要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困难，知道错误在哪里，知道根源在哪里，错的根源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把它解决。因为按照我里面魂的意识喜欢圣经的真理，最主要是这样，就是你的魂，因为你信受洗活出来了，你的魂是活着的，而且活得好，有主的道，你就能够胜过，你就能够解决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，或者是我心中的律交战，什么意思呢？魂的意识、肉体的意识，还有罪的意识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的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如果这身体这样活，有一天下地，但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不能认这个肉体这样败坏继续下去，然后找到地狱那里去。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，大家清清楚楚，我们知道自己的难处，上帝恩待我们，这每一个都知道，不单单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个困难，也知道怎么样解决，也知道能够解决，最好是这样，要记得圣经里面真理。这样看来，我内心服从神的律，我的内心就活的意思，我肉体顺服罪的律，把罪除掉就行了，保持健康，活在主里面。最后结论了，是吧？保持健康，活在主里面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知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圣信实的，倒要彼此相顾。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这是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活动，而且基督的教会活动。OK， 记得下个礼拜是11月6号，明天31号，下个礼拜6号，我们恢复有聚餐，预备带点东西来聚餐，戴着口罩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聚餐以后，我们有这个。教会业务会议，一年过去很快啊！感谢我们以前不是有这个特别的活动吗？还有圣诞节的时候特别的活动，我们讨论一下下个礼拜，预备啊！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他叫上帝恩待我。这里有好多人知道，我礼拜四北内站这里开刀，礼拜四，哇！现在他们医术非常进步，你知道百内站也是要把眼球拿出来搞了过，然后放回去，
经过礼拜五礼拜六我今天就好了。他们医院也非常好，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痛啊，有没有流血啊，有什么头晕啊， OK， 上来安待我，跟我手术开刀的医师是我大女儿的好朋友，还有那个麻醉师。上个礼拜我大女儿救了她幼妇的命，在 Western 的医院那边搞了好多时间，费了好大的功夫救了她幼妇的命。大女儿这么巧，而且我大女儿打电话给我太太在那旁边谈的时候，她恰恰再来看我们，知道这些都是我大女儿的好朋友， OK， 所以她也告诉我，我很感谢你们，你的大女儿上个礼拜救了我幼妇的命，她费了很大的功夫，这么巧在 Western 那边的医院里面， OK， 上来恩待他们，手术做得很成功，我今天已经这个眼睛可以看见了， OK， 没有问题了，有些试试，我等一下12点多还有点3种药水，上来恩待我60多年来今天还能在那里没有迟到，所以要去除掉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像啊，这里最要紧，要爱读圣经。有时候我常常勉励，有时候我看见我讲道只有几个人看，你们去把我的放在网上。如果你说陈约翰牧师，然后 Google search 就有好多出来，然后在旁边英文呢，英文那边写着 Freshing Church of Christ， 你点那里啊，立刻就有我的讲章出来。啊，那个 Bubble 好快的，今天下午3点钟就已经上网了，你可以把它好好的听，然后研究，好像婴孩爱奶一样。最后呢，耶稣做这些保持我们得救的人得救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基在这个磐石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圣灵力里面做全群的基督，你们要当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。耶稣设立了教会，设立了长老，然后设立了传道人，圣经的真理保守我们活人一直得救，牧养神的主的教会，还有主就基督的教会，主的教会，他这里翻译这主的教会，那 Church of the Lord， 主就耶稣基督的主，耶稣基督啊，这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，耶稣用这个血买来保持这些得救人坚持到底，知道主把得救人就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救恩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我讲了好多，用许多经文，上个礼拜我突然间爆出一句，我居然醒悟，很简单，乖乖的忠实的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你就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明白吗？基督的教会是什么？基督的身体，你在基督的身体，你就在神里面，你根本不需要管你完不完全，因为你在基督的教会，你是在神里面的，神不会放弃我们的，他不会把我们赶出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情愿在主里面，在神里面。这一篇呢，是我在10月24号那天讲那些写好的，所以是在我27号白内障手术以前，我已经写好预备好了。愿神保守各位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